好，线上朋友午安，大家久等了，欢迎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我们的高冠廷江宏恩来到现场。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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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今天耽搁了点时间，不要这样说，因为我带有话好好讲啊，先不要讲这个事情，对不要在这个地方买通选民，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我们今天是线上选民见面会，然后你竟然斗胆这样从两点到两点半。好了，其实我是带秋怡去看病，我知道刚刚线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猜测说小三他家今天可能又在修水管，还是电灯泡坏掉，所以你今天又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前来，是这样吗？是，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金家好媳妇最近这个收视狂飙，然后一路以来就是。遥遥的领先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也算是你看狂贺打出来，拍手一下，金家好媳妇蝉联全台第一，就一个礼拜了，耶！要加油，要加油，你要继续扎下去，好不好？越扎越好。哎，这个是团体战了，不要这样。该好的就好，该扎的就扎，该坏的就不要把最就是功就是要推给别人去做，就是你该要做一些让人家恨之入骨的事情，就麻烦你尽力而为。没有，我都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蜡烛的功能。不要这样说，你不要当蜡烛，你就是当那个地方当沙包好了，让大家有出气的地方。听说你也是大家的开心果，不是这样子吗？还好啦，有话好好说。是。那你不知道今天是直播吗？直播的意思就是不是录影，就是两点的时候就是要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不是 rehearsal。没有，我们已经开始了，线上大家已经开始可以在狂贺的字眼当中，对他们要勾起他们心里熊熊的怒火。是。刚刚不小心就是已经有人看到你就想要。哦，好，飞龙在天，我看着，我以为想要飞踢他到天空。不好意思，今天大家用字遣词都稍微会带一点开心的情绪，是，因为不瞒你说，刚刚我们的小编一直在回说，哎，不是直播两点要开始，然后他上去回话，完全没有人要相信他的诚意，他们就底下立刻有人写说，渣男就渣男，连拜票都可以迟到。其实这个就是收视率的来源，表示大家入戏很深。真的，那你走在路上都安全的问题都还好吗？哎，其实我其实平常乔装的都还蛮好的。乔装，所以你下了戏之后的打扮是，因为我是因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我是个大近视，哦，所以我如果打球或者是开车或者是在路上游荡的话，就是戴个眼镜。哦，是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路上有人对你想要怎么样，你也是看不太清楚。是这个意思，没那么仔细的反应，没关系啦。但是你知道，你这个戏演得很成功，然后。就是在恶人被打巴掌之后，大家都在期待。就是，其实我也不算很坏，因为四大恶人里面没有我啊。不要这样说，那是刚好不小心漏掉而已。哦，是吗？你是恶人之霸，好不好？你已经超过那个恶人的。哦，我已经在那个荧幕上面了。没有，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帮你搭电梯到楼上十九层楼上面去了。啊，刚好上面十九层，下面也刚好有十九层，十八层。好，十八层而已嘛，就大家也在等说看一下，就在最后那个。不过其实还是跟朋友讲一下吧，就是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戏一直持续在，当然收视率在飙高当中，但是我相信慢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更精彩的发展，这样。哦，我知道，因为最近是更渣呢，还是会变好呢？就大家慢慢期待。你们每个来都这样，那么更渣呢？是吗？是啊，就没关系，就来就是卖关子的，不然难来冲他回干嘛来吧？
那就直接说，那我会直接跟你。没事，不要剧透，不要剧透。对对，然后每天演的，但是最近你个人在那个身心灵上有受到什么惩处吗？身心灵上受到惩处，当然没有秋怡来的严重了。真的。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轮流嘛。我们大家自从昨天看到他被关在冰箱，不是冰箱冷冻车吗？秋怡啊，对啊，对，就大家就心里有一种说，看我们在做别人给他冰起来那个话，干不起来那个。真的哈，真的，大家都欢喜的。但是跟我其实代志是跟你有关系，大家不是看我家讲，竟然说，哎，我先跟你报告一件事情。是，我们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是不是三立台剧吗？我们有一个账号，然后就预告说你今天要来。然后他们最近有一个新功能，是什么叫做认真问我，用心回答。哦，问问题就对了， uh-huh. 开心 Q&A。昨天不小心大概有300-400个人有问题要问你。OK， 好。其中有个人叫高宇珍，他也去问你问题。所以我他为什么要问我？我哪知？看你们平常下戏以后感情有多差，他还要去那里留言。这个朋友们一定要知道一下，我们其实。你不要看这个戏里面好人坏人那么多，但是私下我们的感情非常好。我懂。因为我一直其实向来以来，我是一个很乐意分享的人。哇，所以我常常跟大家，我都是用一些美食来笼络大家的。哦，你要先抓住这个人的心，你要先抓住他的胃。天哪，你好下流哦，连这种招式都用在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哎，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很第一个，我很喜欢这种夜市小吃。我懂，所以我很乐于去分享。也是，然后刚好高宇珍他有问题问我吗？高宇珍他其实就是个爱吃鬼，超级爱吃。因为我每次问他说：“哎，我晚一点我要进棚，我还给他选项哦，你要猪肝汤，你要那个哇，吃这么好哦，炸芋圆，你要那个鱿鱼羹，你要什么？你要润饼，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刚才写了五个选项，然后他都写我都要。他买单，他有吃吗？一口。”我跟你讲，他真的都吃完，真的假的？然后还能那么瘦，真的，他瘦跟竹竿一样，他都吃完。是，我跟你讲，他等一下可能如果不小心，他也会来跟你互动一下，因为那个上次张静之来，你是蛮幼稚的嘛。哎呦，真的是开心果是这样做的，但是你看我们一进来之后，还是要先跟大家回忆一下最近的精彩的内容，是不是？就最近有一段戏，就是这也是因为我们刚好看到网友的提问啊，然后突然新生了这样的想法，剪出这个画面。是，有个网友很语重心长的说，赶走黄秋怡是冠廷到现在唯一做对的一件事。你个人觉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请说。喜的呢，是说我终于清醒了。你真的有清醒吗？忧的是，那观众你们就没有东西看了。你可以晚一点清醒吗？你太早清醒，我们不太习惯。对啊，所以你这题是白问了吗？没有白问啊，就是说你在淋雨，就是清醒那五分钟啊，你知道你难免就是一下子还是会回头的。哎，其实我觉得我饰演的这戏，或许啊，我先说或许。好，因为其实常常你就像那个秋怡啊、静之，他被劈得这么惨。其实我常常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我是在饰演高冠廷，但高冠廷他不是江宏恩。哦，当然是啊。对，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演员。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是在饰演这个人的人生。哦。对，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是让观众朋友们要有个心情，有个那个。天哪，你现在变心灵导师哎！不好意思，欢迎收看今天的金海罗盘，怎么啦？谁？郑重音不开心，方管公说：“我是谁？我讲嘞，我上面的梦没夹到。”其实呢，我要非常的谢谢重音。怎么了？第一个，我们的路线，我们的戏的路线很少搭在一起。是。然后在休息区呢，他是坐我后面。哦。这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因为我很爱吃酸的东西。咸酸甜啊，蜜饯我超级爱。然后呢，仲英他真的是他的桌，你们可以去看，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嘛。不好意思，郑仲英可以问一下吗？他说江宏恩说我们可以去看他的座位，你可以帮我留言问他一下可以去看吗？他的座位就是一个美食桌。哦，是这样子吗？有饼干啊，有什么都排得满满满，然后有蜜饯。真的哦。然后每次我看到啊酸梅我就吃。你吃酸梅，你有了。我很喜欢吃酸的。好。那重点是，我还留个，因为我们的路线戏的路线很少写在一起，我都会写个纸条给他，我就说。仲英不好意思，我偷吃你的酸梅，然后他写说他还给我怎么了？下面继续写是尽量吃哦，真的对，所以他就你们都很大方，在分享一些那个戏外呢，他们只剩下食物可以交流了，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这个我要稍微平反一下，因为其实呢，你说像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了。哎，有香港粉丝来找你了，谢谢。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好。
然后社工随时广东话。哦哟哟，好，今晚让我你讲，开始讲啊。他香港都来了，你跟他聊两句嘛。咁希望多多支持我哋啊。哦。多谢多谢多谢。他刚刚进来就跟我说，我跟你讲哦，张静志来说英文的时候，我有在看。我今天想说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现在就是要说广东话的意思。没有啦，没关系啦，就当演。我的专长是腹语。哦，讲两句来听一下。啊，不好意思，翻译一下，你刚刚讲的是肚子饿了。哎，不好意思，这制作人有什么留言？哦，没有这个话题。哎，对。然后就是每个金家来的都要跟主持人有一些互动，然后他们哎，我觉得我们互动得很好啊。对对，没有这个互动，也许你会喜欢。但我先把它讲完，就是前几次就来的人都有玩打巴掌的游戏。哦，对，那应该找谢成君来，因为我觉得你都很喜欢玩弄那个谢成君、啊。哎，你不要把我们大家在那个办公室外面的事情说给大家听。对对对对对，但是下次来就没有梗的啦。好好好，因为你知道他其实，在还没卡卡一景，我就知道他已经卡卡了。是，对，他就是上戏前就是都会在那边锻炼一下腿力，因为他想说等一下就有椅子可以坐，是，还蛮开心。是，我们这种小秘密，就等一下再跟大家好好分享。好，我们先看一下大家念念不忘那一段，觉得你人生、okay 啊、不是觉得你的人生是高冠廷人生做的最正确的一次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再回忆一下大雨的那一晚发生了什么事。是我，是我家己，是我毁掉我家己的人生，毁掉我的家庭，毁掉我的选择，连我家己的查某囝姐姐对我上基本的尊重、尊敬，我拢全毁掉啊！所以拜托，你莫讲你什么都为着我，啊，是讲，原来自头到尾，你拢要让我跟你同款，变成一个众叛亲离的人，对无？我众叛亲离嘛是因为你啊！你当初。不是讲你唔甘我，你要照顾我，你要弥补我，你今晚来当当作什么都无发生过啊？安尼，我为着你付出的人生，我要甲上头。我敢无弥补你，我敢无弥补你。你无为我，我不会祝福你，我一句话拢无讲。你要带来阮家，我嘛给你入来，我嘛有照顾你，安尼敢还佫无够？你敢袂想过贪心啊？你明明就知影我爱的不是这块弥补。我爱的是你的心，是你对我的爱。当初你爱着我，我嘛无骗你啊。你即摆后悔，你要用你的忍耐来折磨我，你敢袂想过无公平？我感觉真公平，我感觉真公平，因为即摆咱两个人，咱是同款凄惨。所以我拜托你，咱两个莫搁再有交缠了，好不？我求你，你莫搁再出现在我的面头前啊！好不？我求你。很厉害哟！哎，你刚刚终于像个人了。不是不是，就对你终于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就是这一段可能就是一个骗选票的行为。终于做对事情了，有有有，大家都这样赞美你耶，可是做的没有很彻底的对啊，因为最后那样把他拉过来，应该直接把他甩到地上才对，怎么可以让他好好站在那边？哎，其实这个我在拍摄当中，我们就已经有讨论过。哦，真的吗？所以我还是蛮公允的啦。哦，因为那个其实戏里面有一个三角形，就是说我把他踹开，踹开。但是我们来回想这一个过程，就是说。嗯，当然戏里面，嗯，秋雨算是个小三。嗯，那来，不要，当然不要讲勾引。我也有允许这样的行为。天哪，你终于承认了，你也是有允许的。哦，没有。维基百科上面就是这样写的，你允许了小三靠近你，你知道？当然，当然。维基百科在编那个，所以就是说高冠廷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在表演上，是我如果再那么自私，把他踹开，嗯，我觉得这个人就已经不。更不可爱了，应该这么说。哦，真的。当然，虽然是没有可爱过，我的意思是，是那他就太不通人性，因为是这个三角问题，其实是我一直允许这样的情形在发生。是，所以不全然是
不全然是黄秋雨的错。也是啦，你这么演戏就是跳出戏外看的时候也这样回忆到一下你那个演员的专业，就是想说这个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他不是不是因为当然戏剧是引人入胜，是，但是也要在一个正常的情绪的轨道当中进行。但是刚刚我们要谈那个拍戏甘苦嘛，我刚刚在跟江宏在聊天，我说哇，我们那个镜头我觉得就是同样的画面可能这边来那边来然后怎样来拍来拍去，所以那刚光淋那个淋着大大的那个雨水，然后那个你在那边台词讲了几次。我在形容这个过程之前，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人对美食的坚持，我们又到了美食的坚持跟乐于分享。好，在这场疯狂的大雨之后，其实我精神比较可怜，因为我的戏份完之后，我们还要接近棚，你就去吃鱿鱼羹了。我们先，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鱿鱼羹？我们先进棚。哦，好。我们还要接晚上的棚。那因为我的时间足够，我还有两个小时时间，我还先去健身房洗个澡啊什么，冲掉那些雨水。竟之是直接又在淋一个小时的雨，就是观众朋友看到那个戏的后面，我回家之后他又在大雨，什么又要打雷啊什么东西的。哇塞，真的，这个时候痛恨泰铢戏的人就是活该死。是是是，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因为其实当然最近天气很热，淋雨是一开始很舒服，后来真的会冷。哦，会啦，淋久了还会湿。淋了将近一小时，晚上没有没有没有，至少有三个小时，两个，至少有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对，那连我男生都觉得，哎，怎么会冷？真的。然后我还去买了一个那个麻油鸡，等那个静之进棚还给他吃。哇塞！就是顺路了，是是是，就是在戏外，这高雨真的没有了。我觉得就是有需要在这个地方针对原配做这种，没有了没有了，其实我们因为也还好也还好，就大家觉得就是很开心。刚刚那个大家来笑笑，哎，我们这次播精彩片段，可爱的粉丝朋友他说为什么那个高雨真出来就没有啊？这是精彩片段，所以要看请回去 video 看戏，对，就直接那边找我们的那个金家好媳妇。像那个每天晚上没追戏的人哦，现在就好像没有办法跟隔天有大家有可以聊天的话题，就是除了世界杯之外嘛。这个应该比世界杯，就是这是金钩杯啊，可是那个没有金奖，好无聊，不好意思，这是个烂梗。好，我跟你道歉。好，对，因为郑中一直在线上，他说欢迎你，等一下还是可以去他那边吃零食。那可以请他再放一包酸梅吗？因为我吃完了。哎，不好意思，小编帮我留言一下，江宏文说可以放一包，请郑中一直接@郑中一说，请放一包新的酸梅。对。哎，我看我们帮你服务哎，谢谢，不好意思，感谢大家，真的。哎，你到底是选哪个选区？我说高冠廷。说真的我还不知道。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你要自己应该是南港这边的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出的外景都在这附近的公园啊。哇，你这样也是很有想法哎，就是在那边出外景。是是是，就在南港区应该是吧。那如果真的在南港这个地方选一个议员的话，你会本身会提出什么政见？你出去看的时候有发现什么流浪猫狗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哎，讲到这个我要说一下我乐于分享美食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摄影棚可能大家吃便当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便当都剩了很多，所以我就会做一个收集便当的动作。哇塞！然后收工的时候，我就在这附近，就是让那些绕一下，就是。而且为了做环保，我不直接放地上就走哦，我就是放了之后，我去买宵夜或是买明天早餐，再回来把那个纸盒子收走。天哪，真的是！啊、如果狗仔有偷拍的话，应该都有拍到过。哦，好，你现在言下之意就是你回家的时候都有看到一些不明的车辆在你跟随着你的行动。这个倒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我是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哦，也好也好。对啦，没有啦，就是下戏有下戏的生活。是。但是明星嘛，总是难免就是受到大家的瞩目。没有啦，戏里渣男，戏外我是狗奴才啊。戏外哦，狗奴才。其实刚刚他说真心话，他说他带小狗去看医生。你狗狗怎么了？因为其实我的习惯都是送太太上班，如果我没有拍戏的时候，就送太太上班之后就带小狗去那个，就是在塔悠路这边的那个狗狗的那个迎风狗公园，他们就在里面跑。哦，是哦。但没有，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遛狗狗，应该是像这种热天，应该早上8点以前，或者晚上下午大概5点以后是比较好。那个毛小孩也会受不了。其实你看他们很开心的跳跃，不见得是他们快乐，是也是他可是脚很烫。好。哦，懂，是，等你长时间观察，你跟人家的狗也是，都用什么对话？就是在家我也是用爬行，不是，没有啦，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你要爱他们，你要接触他们。我们本节目就喜欢让人家来这里逗宠物，那有这种心、啊。真的吗？那你们怎么没说？没有没有，就只要演就好啦。狗在你面前，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那个 doki doki 那个不太一样的那种说话的状态。Okay, 你知道吗？就像、啊、你看你会演的，快那边就随便抓一个抱枕就是狗好了。Okay, 就像呢，你家有几只狗？我有三只狗，两只猫。你家都有哎、欸？那你跟狗跟猫讲话有什么不一样的语言？好。好其实像很多像我们看书上都是说、嗯、其实狗狗呢它大部分都是朋友，它只有一个是它的父亲或母亲、哦、其他人因为它不懂谁是阿公阿嬷阿姐什么，它不懂，所以你会只有一个人是它的主人，是那它会学主人的行为模式，或者是主人斥责它，它会知道、嗯、哦它做错。好担心你家狗有看金家好媳妇哦，它会学你耶。嗯，都看重播，因为我回家都不知、哦、真的有没有啦，开玩笑。好，我的意思是说那我就会教他们嘛，你要用声音斥责他，你不要打他，你用声音斥责他，他会知道，他会知道他错了或者怎么样。但我又是很心软的人，我斥责就说可以吗？就是可以吗？刺激的声音，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他的表情很无辜，就大概编个五秒、欸。等一下，你先等一下，你拿做完这个表情的时候，你那边有事情想要拍下你这个瞬间的照片，所以你要专业一点，可以吗？同仁要稍微定他一下那种感觉。你看他现在江湖跟斗狗时间、啊、我帮你三二一 action 是这个意思吗？你要读秒吗？好、哦、好好，来，好准备了，哎，现场准备，好，摄影机准备，好，好，准备，江湖准备，好，三二一 action， 可以吗？然后过了大概五秒，我就看他表情很无辜，我就不要好不好？啊，对对对对对，这很会耶，所以你家狗应该很爱你吧？基本上还是比较爱你老婆、啊、基本上不是很，其实他们很聪明，他知道你是很爱他的、哦、所以我的胸我就说我就属于那种纸老虎的功能了、哦、不好意思，我们要帮你更新郑中英说酸梅放好了，放好了对对对，那麻烦帮我拿过来好吗？我觉得郑中英等一下要进棚，然后你这样帮你送酸梅来，你这是有事吗？我是郑中英说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就是扮演不过但是我们有个人就是想要请你吃东西很久，刚刚又听到你喜欢美食，他好开心哦，是我们导播自己做的那个凤梨干、哦、对，是是 是, 是, 是，对，你说我不担心有些粉丝会下毒的话，就你还可以现在吃一下，不会你说因为他蛮喜欢高宇真的，是是是、哦、对对对，他亲自做，他刚刚就一只这样拿上来，这一段他应该会给你特写的画面，导播本人就是对，哎呦天哪，你可以装萌的吃，对对对、嗯啊、还不错、哎、对对，这是给导播的一个就是小回礼这样子，这根本是米其林星级的零食，天哪你这个渣男，什么都可以撩，连导播都可以啊，没事，刚刚那个是江宏恩本人，对不对？那你等一下，哦，郑中英说他，他怎么那么多话、啊？今天是在访问我、欸，奇怪了，怎么？哎，就表示他是在收看，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在跟上，哦、对对对，郑中，那你帮郑中英吃一片，你现在，哎，等一下。来，既然要演的就彻底一点，你先演江宏恩吃凤梨干，然后再演高冠廷。江宏恩已经演过了嘛？刚刚不是说这是那 那我们不一样。好，那现在这是就是黄秋怡给你的，那等一下再吃一片金星龙给你的。怎么办？咳一下，吃太多是不是会有点酸 ？OK， 啊，现在秋怡给你的，冠廷啊，秋怡跟我一包一的。凤梨干底下根本在吃，秋怡，你讲你做甜的，你卖个再提这个凤梨干给我吃，我感觉咱两个人真正结束啊，你卖个用凤梨干，想要扳回咱两个人的距离啊，这是无路用的。你吃啦，吃了爱情旺旺来的。好啦。好。嘛是做青菜，你又给包了呀，真正嘛是袂歹。哎，你看那个就是到了一个渣的。有啊，导播自己亲手做的、嗯、她就是一个才艺美少女哦，很棒，导播会很多才艺哦，她还会做手工皂、然后她还会做一些，我也很会做菜啊，真的吗？我很会导播 我煲的鸡汤是一流的，那下次我们应该开一个单元，就你来煮鸡汤，然后金星荣来插花，然后黄秋怡在那边，可以啊，很好，非常好，帮你擦汗啊，好吧，你觉得这样还可以吗？还是
我觉得这种单元、啊、这个真的可以做起来的话，我应该剧组的人应该就是当天就整个都停棚嘛，就你们三个那么忙怎么可能一起来上节目。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知道你想放假，是我就是你们真的是太辛苦了。我们要先进那个 QA 啦、嗯、你都不想知道高宇真问你什么问题吗？那你猜他会问你什么？他到那么公开的平台上去留言，然后被我们的后台的小编看到，然后就说：“哎、欸，高宇真来问话，真的是他自己留的，是真的啊。他有一个自己的 Instagram， 你都没有追踪他，你这样对吗？还是你自己没有开那个账号？”我在这边可以说吗？啊，你要说什么？没关系，你都可以聊。我们这是一个爆料的地方。其实我是电脑白痴。真假的？对啊。天哪！所以为什么我手机打字那么快？我告诉你，我们这边都是你的选民啊，这边都是很电脑高手，这些都是小朋友。所以我跟你讲这样子哦，反而是什么？怎样？我自己就当然了，就表演上，我就不想去看太多大家的留言或者是什么。好。第一个我不想影响自己，因为其实前一阵子了，前一阵子我觉得竞争的压力比较大，有骂名很多。没事，那天来的就大家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自己有做调试，就是。当然我有跟他分享、嗯、我说你是张静之，你不是黄秋怡，你是在饰演张静，不黄秋怡、啊、你不是、欸、我有点搞乱了，你是张静之你在饰演黄秋怡，没关系，因为我们也都听得也是乱乱的，但是你有讲就好。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要这样去消化，不然这个战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是你当然自己要去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来面对每天的工作、嗯、是 even 是你说好，我或许目前饰演的是所谓的渣男，嗯，那他或许是饰演的是所谓的小三，对，就是说，嗯，你要找一个让自己一个出口，好，让自己消化一下，是，你才可以每天表演的更快乐。戏万也是一个心灵导师，哎，感觉真的很重要。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有件事情，你今天既然有助理啊，因为这个粉丝一直很认真，他说香港粉丝都听不懂，没有字幕，那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结束之后，他会就是线上会成为一个节目、嗯，那你再叫你助理帮我们上一下字幕，上一下字幕就是广东话，就是哎、欸，可所以他们看台湾的戏剧是没有字幕吗？应该也可哎，戏、欸、剧有吧？哦、你说直播现在没有字幕、啊？对，现在直播没有。那你讲两句跟他说一下。咁就唔好意思咯，因为咧我哋系 live 噶嘛，咁梗系即系唔系即刻可以有即系字幕嘅。咁你就學啲普通話，咁就可以聽清楚我哋傾咩咯。OK， 唔好意思。嗯，我們這金家好媳婦裡面，所以我們是不是國際化？當然啦，我沒有說不是，英文那麼好，真的，你就是今天就下次你沒有。其實我已經把我的會的廣東話都講完了。不要這麼客氣。沒有，因為我今天本來我就像我剛剛說，我是會講腹語嘛。我懂。对，所以我已经把我会的广东话讲完了。哦，对，哎，他说，哦，他哎，怎么啦？雪凤姐也上线了，不好意思，你妈来了。木啊，你敢没收赢啊？你木啊嘛，你看啦。你不是搁咧加戏，你敢没收赢啊？大家都哦，其实呢，怎样？我看麦啊，你莫改啊，你大近视眼我看不。哎，你讲，哎，那我可以先讲妈妈的故事吗？可以，你讲。其实我觉得我们你妈叫你大香蕉，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因为这样子，因为戏里面他就骂那个秋怡说，就是他勾引我嘛。那香蕉其实对我跟对冠达都是尊称了。我懂，就是不要咬下唇啊啊！哎，有吗？有啊，我们可以回放刚刚的定卡，我帮你咬一个下唇给他拍一下，不好意思，就今天他都来拍照的。好，三二一 ，Action！ 他今天有求必应，什么都可以。他拍的都吐了。哦，他是来实习而已，你这样对他、哦、这样子，是是是，小孩子身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你身体还可以承受吗？他说他蹲下来，他整个就已经没有办法站起来了。真的哈、哦，没有了。雪凤姐在我们这条戏的路线里面，她、嗯、是属于这种天上圣母级的人，妈咒的对吧？因为其实她都可以帮我们，或是协助地方随时。在学东西，其实那就像我说的，我更亲密生活的一个团队。你们是战友，然后也是那个大家就是一个共同工作的一个，所以很开心，家人，所以很开心，真的真的。所以我们刚刚不知不觉已经有一些问题都在其中了，然后有观众朋友，高宇真他想问我什么？对啊，你终于想到了哎，那你猜他会问你什么？他想吃那个凤梨干吗？没有，这是昨天有的，他不知道我有凤梨干呐、啊。哦，好吧。他说你为什么要答应跟他离婚？
哎，这个呢就要怪他自己了，怪他自己耶。因为有一天呢，我们又在棚内相遇了。因为他跟我离婚之后，他的那个外景就非常多。然后呢，这一阵子又是那么热，又是有时候刮风下雨，所以有时候有一天他进棚，他很累。那当然，他那么女神级的颜值的高宇珍，瞬间有点小小的变黑了。他进棚就说：“我真的很后悔，我自己为什么要跟你离婚？跟你离婚之后，我没有一天睡饱的。又外景，又外景接进棚，外景接进棚。有啊，不瞒你说，他来安大明星的时候也有。”忏悔过这一段，他就说：“我干嘛放着少奶奶的身份不要做？干嘛离婚要出去外面上班？对不对？对。然后呢，跟我一起同个棚、同个时间，是还有吃不完的美食。真的，他就心里想说，他离婚真是个最失算的决定。真的，你笑得好开心哦。你妈一直在这里跟说，他说他再忙也要来看你呀。哦，真的哈。是啊，线上看你。然后你妈说，他说你是暖男。”是暖男还是软男？对不起，我这个部分啊，心肠软哦，不要误会我，你不要这样，没有，我身体是很健康的，我懂，但是网络上大家也针对这件事情也有说过，我看你笑得好开心哦，真的，大家因为他们今天本来要送你法国面包，哦，是就很硬的，因为一直是法国队会赢吗？这个部分我们当时今天没有在哦，所以你觉得法国队会赢？我猜了，哇塞，没有了，我是比较执着，因为我弟弟以前住在法国嘛。哦，对，是，所以你也会讲法文喽？你有去法国看弟弟 ？Ça va？ Ça va 听起来会像 Ça va， 其实有点在骂。Ça va？ 对，我是说 Ça va。Ça va，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都好啊。哦，是是是，天哪，那你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法文的那个问候啊，还是什么？Merci 什么之类的 ，Merci beaucoup， 哎呀呀呀，这种还是什么 ，Arigato 啊，对，日文的，对不起，讲错了，没关系没关系，哎、我们就是直接，那你们那里还有谁有那种特殊才艺的？特殊才艺啊，雪凤姐下次来唱歌仔戏好了。哎，讲到这个，怎样？雪凤姐呢？她真的是活字典之外，她对这个传统戏曲相当的热衷，就连打电话给她那个达林都是歌仔戏，真的。我们是没有他，我等一下可以打给你。哦，好好好，你等一下打的时候把它放出来，搞不好他会接。哦哦，好吧。对对，这样不好意思，你今天逗得大家很开心哎，没有。所以我说我是开心果啊。没有，你真的是戏里戏外都是大家的热腾腾喜欢的那个抢手货。啊，暖男嘛，都有都有，是暖男也是软男，有都有，心肠软的软，嗯，都可以，哪里软都没关系，就是那是你家的事。这样可以吗？主持人会太尖锐吗？也还没有了，我要为我太太争取一下。就是、不用争取，我们都知道，就是你太太是幸福的。是是是是，就是这件事情无用。戏里戏外的太太都是幸福的，只是戏外的太太最近小三呢，戏外的太太跟小三最近比较辛苦一点，就是出外景出的比较多。真的真的，但是也都还过得去啦。可是我都有把那个美食放在桌上给他们。真的真的真的。是，所以你会把。你会把那个郑中英给你的酸梅带回家？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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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好。我就是吃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酸梅就从这样子变这样子，变这样子，变这样子。天哪，你就这样一直吃？那我每次吃我都会签到，我说对不起，我又吃了。哦，你有签到哦？对 对，因为他就坐我后面嘛。真的，下次我要去跟郑中英拿你的签到簿，有啊，给大家看一下，我都有留纸条在上面。哇，你们的生活充满了一些那个小惊喜耶，是是是，还有小甜蜜。我们的休息室其实蛮精彩的。有，但其实你们在戏里面也是蛮精彩的。其实你也是有打过黄秋怡啦。有啊，就那天就下雨那天啊。对啊，然后在这之前也是有上一场，在家里也是有打他，在家里，其实大家还是蛮想要看一下的。OK， 那你们再回味一下那打巴掌的事情。天哪，他好惨哦，一下被金星龙打，又被你打。那就是为了收视率嘛。不要这样说，那是真实人生生活当中就是让大家的反应，可以大快人心。真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家好巴掌。你若是对阮佳佳动手，我绝对袂放你煞。啊，我是，是伊甲你毋是款啊，是伊最贱的。你用我这身体状况假消息欺骗阮佳佳，害伊伤心，害伊艰苦，害伊不得已落去面对一个好奇的记者，害伊不得已，就要伫咧我甲信用之间来做选择。秋怡，伊才13岁呢，你竟然动这头工！利用伊来替我拉抬声势，你哪会这么残忍？
你敢不够有良心啊？我真是不得已的，敢讲你我看你就安尼输去，输回来袂见小金星了。好啦，你莫为着这小可代志搁生气嘛，咱就先选掉，啊无选掉以后你才会上手啊。我哪有可能袂生气？我若是故在乎你安尼欺负我的查某囝，我袂出声，那你我算什么老爸啊？高家家就已经给你金星洗脑了嘛，我是真无简单，才回得来，带来关心，啊陪你走行程呢，你应该感谢我。我帮助恁爸仔的关系，唔免。自头到尾，拢是你伫咧使人，唯恐天下不乱。你上希望是母甲我甲信用两个人互相怨恨，你上欢喜。我是阁继续互你伫咧我身躯，你再忙我会害死我家己啊！我袂阁忍耐啊！我袂阁忍耐啊！喂，喂！冠廷，你要创啥？我要去提伊的行李啊！要甲赶赶出去。因为其实戏外有一段是，我袂过你们，我袂过你们来啊！然后我你要去倒，我讲我要去变数。这是没有播出的。我懂，我懂。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想你们这大家不是还是拍戏嘛？其实呢，在漫漫长夜录影当中，你确实是需要一些调，需要一些润滑剂，需要一些像我这种属于是软男的那种感觉，蜡烛型的男人，我觉得，然后来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今天的节目就是让大家对江宏恩有新的喜爱。不是，其实你不觉得应该这样子吗？你真的很好，你不觉得像在办公室需要有一个能够比较讨喜的，有，能够，但尽量不要当蜡烛啊，因为真的蛮热的，你在这边烧也不是个办法。嗯，对了，对，所以，然后我要先跟你妈说一下，就雪凤姐，我不是要欺负你儿子哦，这只是因为就是观众朋友有一些问题，然后请我就代为回去提问这样子，然后我讲的都是你们就是，哎，其实你知道吗？像我刚刚说那个金家好媳妇，我妈妈来上过这个节目了吗？哎，你妈妈还没有来。然后她就是她说我们是高家好香蕉。有啊，金家卖鸡排的不是吗？对了，但是所谓的香蕉，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了。没有，我懂，妈妈有妈妈的，就是对儿子的赞美。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戏呢，就是说，像我说，雪凤姐是天上圣母，然后我们还有属于女神级的，就是高玉珍是形容。那有这个天上圣母跟女神，一定要有鲜花跟素果。鲜花呢，就是我们有三朵花，就是小丽啊、秋怡啊，还有我的女儿佳佳。素果就是我跟仔仔两根香蕉啊。我懂，天哪！所以都有了吗？真的，你们拍手了，拍手了！真的是，你们家整个就是一个神坛的概念，都每天在祭天的。啊，当然。对，难怪我们说是会登天呢，就是因为有你们家这样子，还有天上圣母在那边保佑。对，没有啦，就是说很好，一个家和万事兴。我懂。我觉得你今天帮我们，就是大家在那个番外篇开了新局，可能会拍一个这种类似这样的。可是这样会不会影响我自己后面的戏路啊？没有关系，我在戏里面又不会，不会吗？对，我们大家想要看一下你们家是大概怎么在拜拜的，你们整桌传，然后又几地方秀皮。你看我们公司小球都笑着一直有啊有啊，就雪凤姐坐在沙发上啊，然后那个雨珍就坐在旁边那个板凳嘛。那你们家那三朵花就可能随时在测，那我跟仔仔就躺在桌上，对，就躺在桌上，对，然后拍一张就是人体寿司，没有，就拍上妈招塞的侠呢，啊，就大概那种概念这样子，哎，这不错，还不错，那希望，因为你们的那个粉丝专业也是大家追逐的平台，是，就会看一些戏外开心的，你要不要考虑来金家好媳妇写剧？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很累。我觉得每天他们那些人真的很厉害，是他们非常辛苦。下几块无微博哎，但是看消息看黄奕刚在看啥，然后他们每天他们被人家骂，还越写越开心，我就是觉得他们很辛苦。大家都各司其职，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而且每次看到你们这种长篇幅的对话，都会觉得说哇，你们这些人真的是金家爱读册。因为阮有一个足好的天雄姓廖雪凤姐，恁兜真正是大官，我脑筋问题拢较清晰啊。无咯，恁咧问恁咧背迄台词，话拢袂讲啊，拢袂拍夹嘞。
没有啦，其实说实话，有些时候当然是因为剪接的效果啦，有些时候你遇到一些比较长的，难免还是会 NG 哦。我来讲，我来讲，我知影你大家都做够厉害诶，你头下恁那小三嘛台大毕业，所以嘛是大家都真正学霸。我是哈佛的呢。我你哈什么佛？哈尔滨佛学院。哎，不好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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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就你只管好好东西，大家编出来。哎，有的不方便在这里讲。哦，好。对，等一下我们再看影片，我再跟你分享。哦、又要看影片了？哎，没有，等一下，等一下。是我聊天聊得很无聊。没有，没有，哪会下问问问、哦？影片都是有原因的，哦、是吗？就勾起一些大家心头旧恨。我、哦、那怎样讲？其实你伫台底嘛是有你的理性跟你的脾气。哦，是。我打算当作你。哎，台语讲了就好诶。哎，是是啦，一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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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对赛。对啊，啊，不然我们用台语来问你的问题，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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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这个在网络上留言的评论吼，是安尼讲的啦，是讲你这个土地开发的副总，甲做议员呐、啊嗯，你安尼重新过来选一届，啊，你打算是要去做一个行业，还是适合你的，还是讲你较欢喜想安尼做？你也是论真讲，应该是继续做土地开发较好。真的都累。因为选举是阮家族的这个传统。哦，是是，就恁母也不爱选，叫你出来选的安尼。所以妈妈叫我出来选，我就为着要维持咱阮国家这个传统，所以就爱出来选。服务咱的市民。对啊，是是是，安尼是讲政商一个正交流，啊，帮助大家当安尼生活愈来愈好。你看你好啊，好啊，好，对对，你刚刚在外口，你刚不是要看影片了吗？你真正想要看吗？人就这问题，你嘛好啦好啦好啦，那服务网路上的朋友啦。哎、欸，有的问题我帮忙问过了高议员的选区，哎，不是就不小心就问他，可见大家想法都一样。你要看戏喜欢抓那个很有趣的 bug， 啊，江宏恩还回答出来，这点也是很认真。其实我就猜嘛，哦，猜，就是猜嘛。有啊，就出外景就在这边。对对对。哎、欸，在出外景有拍戏的时候，刚好旁边有粉丝在那边一边看的吗？也是有啊。真的假的？他们也是有、啊，你们都在烈日戏、啊。你知道吗？有一次那个林佑馨，因为就你说你刚刚说到了，他。知道我喜欢吃鱿鱼羹，是有一次他就要进棚之前，他在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那个环河南路有一家鱿鱼羹非常好吃，鱿鱼羹，哎，来行哎，很好吃。然后告诫朋友，我在家，然后他就要买来给我吃，是。然后那店家居然不卖，他说你也不会有高冠廷啊，后来一起常客，但是我们不爱买黄秋怡哦，真的真的，他就不卖他。你看这中毒太深了，真的真的。对对对，你只要阿里阿尼亚去帮一杯，你敢讲？我跟你讲，你会帮他隐瞒吗？没有啊，因为我最近去吃，我觉得怎么越来越辣。他帮你加料吗？没有，开玩笑的。我懂，我懂。非常好吃。你们在外面其实也借由这个演戏交到很多那个可爱的朋友哎。因为我老板会跟你讨论剧情的，应该蛮多的吧？会，会。那你有解救他们出戏吗？还是他们就帮助他们入戏更深？通常。对，如果说实话，通常我都会说啊，这不点懂吼，您看看安尼，舒压一下，看看就好了。是是是。可是我觉得观众朋友真的很入戏，有，真的很入戏。嗯、我跟你说，然后再帮我边买那外带，哎、啊，你哪家公啦？然后一直弄，一直弄。你哪家公啦？然后一直在外面砍砍砍砍藤这样子。嗯、对。我说哎、欸，那个鱿鱼羹，唔通减两条关呢？你准是议员还是江宏恩？他们私下都跟我聊戏的时候，就突然肾上腺素激增。不瞒你说，那我也跟你分享一个，就是入戏的那个转达。是你个人吗？我今天接受到的讯息，我必须转达。Okay. 我今天早上去装法的时候，我说：“哎、欸，江哥，今天谁要去安安大明星？”我说：“哦，高冠廷、江宏恩。”吼！你讲讲我母啊，大家看一看，给我黑啊！我骂大家一直看一直骂，然后我说啊，所以你妈那时候妈这个渣男，你妈妈都会骂你渣男。她说叫我今天一定要帮她妈妈出一口气。哦，母啊，拍谁了？拍谁？现在把人的母啊，兄弟母，是伊的化妆师伊妈妈。化妆师伊妈妈拍谁？对，伊讲真啊，你素人就是足尊敬的，就是大家看你有啥物出头。但是这个戏后边阁有另外这个发展啊，所以你要继续锁定阮金家好媳妇。真的吗？所以你今嘛选举选情到底是安怎？这个可以讲吗、啊？现在就在焦灼当中嘛。是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跟观众的期待应该距离不远啊。就是说我戏里面又跟小三形象受损，你觉得你们觉得会选上还是不会选上？也不知道，这个是个问号。对啊，但是要服务一下观众，就是痛恨你的心情。我们有那个静摊那天巧遇的画面，就是恨得牙痒痒。哇，那天好热。真的吗？
啊、你看每个人都晒很黑吗？是吗？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那个在对黑的人是谁。应该是你吧。是金家好选民，请看。来啦，这的风景吼、哦，真正袂歹。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恁伫个遮翕的相片哦，嘛一定足水的。起码你嘛会当开始访问啊。高议员侯选人，敢会使先给阮翕一张恁家庭好乐的相片呢？当然会用啊，大家一定足爱看的。来。小小当时敢是一家伙啊！我即马就过去，甲搭伫个佳佳肩胛头，迄个手拍互断。别来抱，佳佳一定是欠黄秋怡变来。伊这个囡仔是敏感，咱要小心处理。啊，若无伊会感觉真拄着。高小妹妹，自从你爸爸妈妈离婚了后，你拢伫个相片记者，即摆哪会愿意陪爸爸来参加活动呢？因为阮爸需要我。佳佳哦，是足友好、足大心的啦。伊就是知影讲，因爸爸因为因妈妈嘛出来选，选择足大的打击，伊就唔甘的，今日才来遮听伊。啊，其实佳佳本来就跟爸爸较亲啊，伊是有精神用来带走的，而且带走无偌久，伊就宣布要出来选啊。啊，实在是让人怀疑哦，伊是不是只是想要塑造好妈妈的形象尔啦？你是咧后背？佳佳哦，当然是凭家己的爸爸嘛。啊，什么人哦，喜欢背这个家庭，做查某囝的人上清楚啊。所以高妹妹，你即马是用行动来替恁爸爸背书是无？原来恁爸爸才是这段失败的婚姻内底真正的受害者。高妹妹，刚是安尼，刚是安尼，刚是安尼。咁讲者嘛，各位，歹势歹势，我处理你代志，今日先卖研究。我希望讲，咱今日这个焦点啊，放伫咱净滩活动，好无？嗯，你讲那个净滩，就落来，就落，拍到我手上。是是是是。哎，你处理刚咧伪装诶，我看你嘛不啥咧。外景的话，其实我们都有化妆啦，但是只是说，看不看出来那个粉底也是用很深色。对，因为我本身我从来没有白过，哦，是哦，自从入了这一行，就是一直这么黝黑的。没有，我向来就是很爱户外运动的人。所以你平时有裸晒的习惯？裸晒倒还好。那你会找赵俊雅去冲浪吗？我不是很会冲浪，哦，真的，可是我很喜欢水上活动。是哦，对对对。啊，那你所以你就是有一些习惯，就不太穿衣服的户外活动的，对？我喜欢游泳，喜欢骑车，喜欢跑步。那是有找小三去做这些就是不用穿衣服的户外活动，嗯，没有哎，欸，啊，天哪，那时候还有戏可以写，欸，嗯，就可能在那个地方就是办一些什么那个互动游戏，欸，啊，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可以齁，真的，这边网络上大家也要那个跟他讲一下，说洪恩哥下次买东西就说要买给金星荣，可能会多一点，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的，有很多的想法。不过其实也是啦，就是我觉得。宇珍她饰演这个金星荣，她演的真的是恰到好处，有有有，就是又会让大家，戏里面又会觉得同情她，然后跟我之间目前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又拿捏得很好，然后跟秋怡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她处理得非常好。有啦，八连的那个戏里面常常就跟大家生活就是那种故事比较容易连结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是啊，社会上也是蛮多，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看戏就是这两个半小时大家看得很入神就好，有两个半小时之后呢，请给我们一点点的鼓励，因为你们可能在夜深人静，除了等世界杯之外，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还在棚里面，那你喜欢的鼓励的形式可能是你可以跟我们讲喜欢鼓励的形式，啊，对啊对啊，就我们今天就发起鼓励的那个啊，鼓励金家好媳妇啊，是，对啊，你粉丝那么多，然后看你想要怎么看今天那个效应怎么样？其实呢，就除了我之外，大家对这个网络啊都是很熟知的人，可以在网络上
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一些支持，像我们那个三立台剧的粉丝，当然，有他们都给你很多鼓励啊，骂超凶的啊，超那是什么鼓励啊？那哎，这是最直接的鼓励，好不好？那什么鼓励？那是影响，那是影响大家的心情，不会影响，那是真的是超级大的鼓励。就是你演得很好，才会骂那么凶。如果演得不够到位，谁理你呀？哎，也对哦，对啊，消息哦，那个跨，你乃公乃喜，消那我是公跨喜的，嘛是心情盖赞呐，对啊，阿伯嘞，消息就是。你哈真的有空的话，就是，可是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在一边在拍呢，你要到那个市街上去走一走，然后每次进馆啊，消息消息啊，就开始就继续做自己的事，然后可惜啊可惜啊，就又认真回来。会。对啊，对他们来说，骂消息其实是代表他们的深爱。是。这种又要有让他深进他的那个心里头。哎，你这样讲的倒蛮不错的，这样我们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是。别人骂我们的时候，你每天回家之前就经过柜台就问一下，哎，不好意思，客服小姐，今天有人骂我吗？啊，他有跟你说有，我跟你讲，收视率一定飙超高的。哦。他说，哎，今天没人理你，你要很默默的离开，说啊，今天不能被吵过。啊，你好。一定。是这样的，好对啊，那我下次去问一下。这种评价就来自他们一定看戏以后才知道你演到让他恨之入骨，是不然。不过这个也是我们只是在饰演那个角色的人生了，对啊，因为那个人生就是产生了这些故事，是让那些就是有天马行空想法的编剧也有一些他们自己情绪的出口，是他们搞不好就是心目中想要写渣男，就是可能也一次就在你的身上做了很多的发挥。嗯，对了，你自己本人有想要让高冠廷得到什么惩罚吗？你本人哦，我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观众，其实我到菜吗？还是掉到水里面、啊？其实我倒觉得，就像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票选什么四大恶人吗？什么的？嗯，对，你没有上榜，他也很介意。那我常在想，为什么我没有上榜？你真的很介意？不是，我是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嗯。然后，哎，你都没有专心听我讲话，我在你为什么一直看、这个？我在胖，有没有人要跟你说什么？对啊。议员真的很计较，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就一直看你。是啊，然后呢？我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你叫我看你。不是啦，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的坏是，我都把它，我都自己的心理建设是，我都把它合理的想成我是一个暂时正在进行式当中犯错的男人。哦。也许有一天会醒，也许不会醒，这个不知道，这个后面故事走向。你真的帮那个全天下犯错的人找到很多理由。不是，我的意思是未来的那个可以公开说明的方式。没有，就像我有时候自己看剧本，你会有过不去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跟欣荣结婚十几年，我怎么会一点留恋、一点那个都没有？嗯。但是你要说服自己，因为可能五分钟后就要录影了。嗯。所以我会去让自己，你要让自己合理的觉得。哦，这样 OK 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犯错，我现在正在迷恋小三，我现在正在怎么样，你就会有那个心情去合理的去做现在你要做的表演，对。所以你们在录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小煎熬。倒不是煎熬，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们除了演员自己本身沟通，也会跟导演沟通。导演其实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通常都到棚内才拿到今天要表演的。台词有时候很多，有时候怎么样？嗯，但是你要很短的时间之内反刍，很短的时间之内是消化，然后去做表演。所以其实导演也非常配合我们。网络上有人在帮你帮高冠廷说话，高冠廷虽然出轨，但也没坏念头啊。哎，这个我是不是认识啊？他们不认识。他们是有害人，抱歉，他们开始两个在对话。对呀、啊，所以支持我了吧？就是说。我在想这个过程了，就是、是我可能是感情出轨、精神出轨，但就是说，当然我自己在表演上，我一直把它处理成我跟黄秋怡，我是从是我学妹，大学学妹，然后我同情她的目前的状态、慢慢从同情就出轨到发生感情，真的有这一切是要是你答对了，是有幼稚。是有同情，然后自己也合理化，觉得，哎呀，同情他变成关爱是对的，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的高冠廷是迷惘的，真的。那个高冠廷这个角色，让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就是冲击，小小冲击，演戏嘛，心情。其实特别是我在拍《金家好媳妇》之前，我才刚结婚。对呀、啊，我就是想问你说，你老婆回去都怎么安慰你的？嗯，不好说。我尽量怎么啦？我尽量不让他看播出。哦，如果今天像前一阵子就是有床戏的部分，
或是有什么部分、嗯、当然你说当然我太太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她当然知道这个是工作，但毕竟我自己也会问我自己，如果我今天看到她在荧幕上跟人家演床戏，我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也会不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顾及她的感受，当然也谢谢她的包容。不过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让她看播出。那所以那天你家电视都会坏掉吗？因为其实平常她算一半的老外，她平常都会看其他的节目。哦，真的？对对对。那我有时候我觉得今天有几场戏我特别想看，我觉得今天这个拍的感觉还蛮不错的、嗯、我想看播出的话我都会看重播。哦，你会看重播，然后他自己会。其实有时候收工回家的时间看重播是刚刚好。哦，真的？对。那你会揪他一起看吗？嗯，不会，他没有兴趣。哦，真的？他没有兴趣。不要让他看好了啦，看了真的不小心身体也不好。是倒还好，其实他也很清楚，这是工作之一。当然，真的，我很喜欢跟他分享我今天拍哪一场戏表演、嗯，我觉得很舒服、很好什么的。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就回家之后你想跟他分享一些今天工作的一些过程。要啦要啦，然后老公在外面，他也是觉得你很辛苦啊。对对对，真的，不然他怎么能够在家里就舒舒服服？然后说你今天怎么没有找我看呢、啊？哎呀，今天没有睡哦。对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好，我懂，我懂，我懂。他已经知道你不让他看的原因了啦。其实也还好，你说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就算我今天不让他看，他的精彩片段都会被剪出来，他哪需要看整集、啊？他的朋友什么什么都会跟他讲。他就打高冠廷渣男，拜托300多部影片就在那边、啊。对，关你这个回去打打看。好吧。认真说是这样子。是。网络上大家也说《金家好媳妇》里面有金家好香蕉，也有金家好猛男，就是你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好朋友，大家身材都不错。谢谢。你们有一起修就在。拍戏之外做什么？那个健身啊，很少哎、欸。什么维持啊？很少哎、欸。其实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访谈、嗯，其实可能其他的这个工作伙伴，有时候现在正在出外景，没错没错，或者在棚内。就是你如果可以来，就是那个高冠达就不能来，是是是，就是、你妈妈也没可能没办法来，除非今天大家都在棚里面，就除非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全部赶快带过来，摆一桌什么天上圣母的。寿宴、啊欸、其实可以耶，这个桌子刚刚好、啊。真的啊，就高宇真、徐雪凤啊坐这边。对对对对。啊，你女，哦，你女儿是鲜花要坐在那边。对对对对。哎，好哎。鲜花素果，那我跟那个仔仔躺在这边嘛。要躺着，然后我们就这样坐一起。我跟你讲，就只要一直开着，就都不用讲话，也会很多人看。这样子哈。一定的，因为那是你想出来。那干脆播卡拉巴就好了。不要这样播卡拉巴，没有人要看、哦。真的，你要用这样，然后再摆一桌，就是真正有神像的跟。就一直对开框，其实不错，其实不错，不错吧？其实不错，你们回去真的拍张这照片啊，就作为今天就是跟我们要继续争取。其实你们可以到我们剧组分享一下，我们那个私下搞笑的照片还不少，有很多。然后你们还有什么长镜，还有侧写的，你们大家都全部兜起来，就是一个超欢乐的那个幕后花絮。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们可以大家看到10:30，我们可以再接一个综艺节目，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样真的，你做好忙死。金家好好笑，你就忙死你自己，整天都住在这个公司就好了，都不用回去了。那叫鱿鱼跟着来这边，直接外卖送过来，这样还不错，好不好？好，今天就是大家很开心，就是我们终于把那个江宏恩请到现场。你知道，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哦、就让大家有人可以骂。这个戏是团体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一切的骂名也是因你而生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因我而生？但你不给小三机会，小三会还会、差点爆粗口。你要给他机会，他才有机会让你进去啊，不然呢、哦、对啊，你没开门人家，对啊，哪里的门？人家在问哪里的门、不好说，自己回去看啊，我哪塞。对啊，就是开冰箱就进冰箱啊，开房间就进房间，不然哪知道去哪里？是好，帮那个大家继续喊话，谢谢。你要代表呢，今天是线上庆功嘛，一部分上节目的最后，你要代表所有剧组跟大家再次感谢，然后要请大家继续支持。当然，其实呢，蝉联不容易，一整个礼拜都遥遥领先，这样子感觉真的很好。当然了，你说庆功，我觉得庆功只是个据点了，那表示我们后面要继续的往上。当然了，就这个礼拜嘛，今天礼拜五啊，往上提升，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到礼拜五才庆功。哎，你不是叫我讲话，你又一直插我的话。我是要帮，没有人，我是要帮你开个那个顺序。哦，我觉得今天就是主持人，他帮你上那个，上那个滤镜。哦，给你小粉红，导播没有了，对你有爱。啊，谢谢。红哥开始，红哥没有了。其实因为今天呢，就是。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就代表好运啊，旺旺来。哎，对，旺来。真的，哎呀哎呀，真的很没有啦。其实我觉得除了庆功之外，就是说我们也有更大的这个责任感，需要去把这个戏做到更好。不是说为了收视率，我觉得最主要是要服务观众。不管我们是演目前是演好的角色，或是不好的角色，或是渣男，或是坏人，
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观众朋友在休闲之余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戏剧可以收视。真的真的。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成绩好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力，那我想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努力。那当然这一个礼拜嘛，还是说这哦，说从今天往前推一整周，你们都是这一整周，这一整从上个礼拜开始啊，应该是跨周了这样。OK， 对对对，那跨周的这样好成绩，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责任，更是一个快乐的动力。真的。那我想我们可以继续的有这样的动力努力下去。当然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不管支持好人支持坏人，但是要分清楚，我们是戏里面的好人，戏里面的坏人。那戏外我们都是很开心的一起工作的伙伴，有有有，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给我们支持，谢谢。好啦，戏外的生活去看他们这个人的粉丝专页上，每天都有很欢乐的分享。那想要关心戏的那个相关的剧情，就到三立台剧粉丝专页，然后好了看，还有我们的 Vido 啊，陪大家这样一直追戏，然后三立新网就会一直帮你们报道那个精彩的内容，然后导播送来的那个凤梨干真的很好吃，他很喜欢哦，真的很好吃。要留啊！郑中英说，请你记得要留两片给他。郑中英有在看，是哦，哎对，两片了就两片了。拜托你吃人家酸梅吃那么多包，你好歹留两片给他吃一下。就两片哦，真的啊。好了，我们今天真的谢谢那个终于把江宏恩请来，然后大家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小心愿的达成。是，接下来就是你知道那个坐轮椅的，我们他已经卡起来，我们有空也是要叫他来这边。你跟他聊应该比较开心。也不是都一样，我跟你讲，今天江宏恩的聊天出乎大家想象的意料之外，你真的太好笑了，完全不在我们掌控当中，你连笑声都很魔性啊，大家相当的喜欢。是，希望你这个就是渣男之外暖男啊、软男啊什么男，就在你身上我们都可以得到满足。谢谢谢谢，然后金家好媳妇就是希望你们收。是一路这样子，对对，狂飙上去，放心，相信有我们天上圣母的这个加持，真的真的，对对对对。哎，改天我们要也是你妈妈都要一起找来，会啊会啊，她比我更吵，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妈？啊，没有啦，就是她比我更健谈。对对对，你妈来这里就你妈妈来这里的时候，我麦克风就可以放着，一个小时就给她讲完。哎，其实上次你们有一个节目是找那个雨珍跟那个秋怡啊，就录一个那个小，就说端午节的时候，欣荣的阿嬷是金门人啊，对，他们两个都是金门。的爸爸是金门 人，对不起，我是金门兵，我在金门当兵，哎，真的很爱看那看剧。哎，这样是不是有关联？有有有，真的。我真的在金门当兵啊，真的，难怪你们亮晶晶，哎，三个金光闪闪。对啊，金家好媳妇，你看金金金金金金，你真的很好笑。哎，你又蛮会聊天的、哦，真的超会的。我们继续做好了，不要收了啦，真是的，反正大家也不想走，很开心啊，真是。好啦，收视冠军之余，就是我们还有这么可爱的那个。艺人朋友好不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真的很喜欢他们，谢谢江宏，然后跟真的祝你身体健康，谢谢谢谢，祝你买鱿鱼羹都会得到很多料，会会会，一定会的，就祝福张静之也可以知道你买的鱿鱼羹，我都有那个我都有服务大家、啊、记得那个粉丝教你的说要去说买给金星龙，老板会给你多一点哦，好好好啊，因为金星龙很爱吃，所以他都要吃两份，我也是这样子想，然后郑中医药的东西不要忘记带回去，两片吗，我记得，对啊，谢谢今天在线上收看的大家，今天好媳妇大家认真支持哦，谢谢张宏恩，耶、yeah。